江夜世界自从昊天觉醒后已经经历了无数万年，人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涌现出一名天下第一高手，那他们都有谁？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江夜各个时期的天下第一。第一位，无数万年前的赌徒。赌徒存在于无数万年前，是记载以来人间第一位大修行者。他在修到清净境界后，本可以离开地球逍遥而去，但他联系世人，代替世人唤醒昊天，并将昊天引领为人类的信仰。正是这番操作让人类在昊天的庇护下存在了无数万年。他是昊天世界之始，或者可以说是赌徒开创了昊天世界。赌徒不仅替人类选择昊天，同时创建道门，留下七卷天书，让部分人类得以修行，对昊天进行制衡。在人类发展的道路上，赌徒的贡献甚大。江夜的故事以道门与昊天为起始，最后以七卷天书和宁缺为结束，开始与结束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赌徒的影子，因此说他是无数万年前的天下第一，毫不为过。第二位，五千年前的佛陀。佛陀生活在数千年前，按照原著的描述，佛陀早年间入之守观，翻阅过七卷天书，并对夜林月线做了笔记。佛陀通过因果看到了数千年后的永夜会跟以往不一样，于是他来到极西荒凉之地，以大修为建立悬空寺，让烂柯寺可以永留于世间。在准备好无数针对冥王的法器后，佛陀涅槃于佛祖棋盘之中，只为等待数千年后昊天入局。佛陀曾遇见了夫子登天，也看到了冥王降世，只是他并不知道他眼中的冥王其实就是昊天。昊天与宁缺第二次进入棋盘世界，结果差点永坠佛陀建立的佛国世界。最后是宁缺修佛千年，利用本命物关系才从内部劈开佛祖棋盘。佛陀所设下的局其实是比较完善的，要不是冒出来一个宁缺，佛陀的计划是很成功的。鉴于差点把昊天分身抹杀在佛祖棋盘内，又是江夜全书中唯一一个第七境之人，说他是五千年前的天下第一毫不为过。盘点一下江夜各个时期的天下第一。第三位，千年以来的夫子。天不生夫子，万古如长夜。夫子的无举境界不仅是前无古人，后也不会有来者，是人类修行所能达到的极限，不仅是当时的天下第一，更是人类历史上的天下第一。默默守护着人间千年，夫子早年间在之守观偷看过七卷天书，后来因为境界的不断提高，对这片天空产生了疑问。夫子曾对宁缺说过，他不像师弟柯浩然那样喜欢打架，一生很少出手，但从来没有输过。近千年来，因为夫子几乎没有什么出手记录，以至于很多人都忘记了夫子到底有多高。柳白和岐山大师都认为，夫子在传说中的清净无为境界被击败的之守观观主陈某和悬空寺讲经首座，以为自己能猜到夫子有多高。然而荒原一战，夫子一剑裁天，一剑诸神，一剑屠龙，再一次刷新了所有人对夫子的实力的认知。黄阳大师更是直言，夫子啊，跟天一样高，泗水河畔，昊天直言没有信心能战胜他。登天一战，夫子化身皓月，挡住神国大门，将昊天分身打落人间，并且一脚踩死道门无数五境之上的强者，以另一种存在同昊天在神国继续战斗。大结局前，替人类挡下无数天外陨石，其武举境界毫无疑问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高。第四名，二十多年前的柯浩然。在夫子不出手的年代，柯浩然是公认的天下第一，虽然统治的时间较为短暂。柯浩然16岁自创浩然剑，修行资质万古无二，只会一种浩然剑法却能做到一剑通万法，先后单剑灭魔宗裘连生，击败西陵掌教，打败之守观观主陈某，遭受道门多人围攻，境界却不断突破，最后连破数境，自感天下无敌，选择拔剑问天，是一个能连昊天都能记住的角色。盘点江夜各时期的天下第一。第五位，夫子登天后的观主陈某。陈某是昊天世界有史以来最年轻破五境的修行者，他学贯道魔佛，万法皆通，掌握了多个五境之上的神通。九徒直言，即便是他与屠夫联手，也未必是观主的对手。夫子登天后，观主以五举神通逃过夫子的追杀，是毫无疑问的人间战力第一。长安城内，观主一人斗于连和李曼曼联手，游刃有余，并且霸气放话，夫子走了，柯疯子死了，我便只好天下无敌。第六位，战天的柳白。此前的剑圣是世间第一强者，被誉为千年来第一修道天才。桃山光明祭前，柳白与夫子的人间之剑合二为一，这是修行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当时观主已废，放眼望去，人间再无柳白的对手，他已不再是世间第一强者，而是人间第一强者。他可以御剑千里，也能瞬息千里，
桃山光明记上，柳白刺出了他人生最强的一剑。此时的柳白无所谓破不破境，五境之上若有门槛一斩之，便是无量亦能斩。最后一剑刺入昊天的一尺世界内，柳白不是人间第一个向昊天发起挑战的人，但他却是距离昊天最近的那个人。不是因为他比柯浩然和夫子更强，而是因为昊天在人间，只可惜柳白的统治时间很短。第七位，清境之上的观主。耶稣成圣的当晚，观主实力突破至清境之上，然后满世界追杀怀孕的昊天桑桑。昊天也承认不是其对手，此时原文说观主是毫无疑问的天下第一高手，而李曼曼则是天下第二。大结局前，观主手握七卷天书，已经掌握了部分的规则之力，实力更是空前的强大。第八位，新世界的屠夫。昊天世界破碎后，当时观主已死，李曼曼被废，人间破五境的修行者只剩下屠夫和于连。然而君莫和于连联手也难以战胜屠夫，所以旧世界破碎后，新世界的屠夫是毫无疑问的天下第一高手。屠夫天下第一并不是他进步了，而是比他强的都不在了。